I drop it like that? Maybe it, but they don't learn the lessons I have. Hey. Because I'm dreading need a meeting. Why you're sending sick of places? I've been so eager, literally all day. All day. What's up to jeans like, damn, like you're damn. The man. We'll make a trading double call. Quick, wish you will quit. Not yet, so we'll do it all again.跨年，你知道吗？我上次来的时候啊，是2020年跨到2021，然后那一年呢，刚好台下是完全对没有人，台下是完全没人的。然后我还记得非常清楚，我那时候刚打招呼就是嗨，台下的工作人员们，你们好吗？所以今天看到台下满满的人，真的非常兴奋，让我听到你们的热情好不好？超开心！你们刚刚有去逢甲逛了一下吗？逢甲超多好吃的美食。对，那刚才这首歌呢，是我跟高尔轩一起合唱的《爱上现在的我》。那刚已经听到台中大家其实，你知道嗓门都还蛮不错的嘛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很大声的大合唱，可以吗？你说这首歌三个字的。什么歌？也可以 ，Let's go。哦，好可爱哦，你们的耳朵们。嗨，后面的朋友。嗨。怎么会只剩下自己，还不想认输，用尽力气。笑着哭，说着词不是苦，怎么会也难以呼吸，还不说痛苦，武装自己从不失误，却比任何人无助。当时间不为谁而破例，让爱又许下一季，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，就算你想放弃什么失去也可以，别再步步紧逼，不留一滴爱只会窒息，就算多难舍的过去，最后还是会过去，怀念的拥抱的那体会，
好听吗？还想听吗？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开心，可以再次回到台中，跟大家度过2022的最后一天。那其实我上一次发专辑已经是2020年，刚好是我上次来台中的时候。那我明年呢，终于要发我的新专辑了。那。又回到台中，我觉得跟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缘分，所以我觉得今天一定要给台中的朋友们来一点 special 的，你们说是不是呢？而且其实本来想说台中哇好冷哦，但是已经被你们的热情温暖起来了呢。所以今天呢，要让台中的朋友们抢先听到我新专辑还没有发行的新歌，希望你们听完这首歌可以带着全力进入2023年。这首歌叫做 Room。I've been a chain to your control. 10分的距离